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son 草泥马，没错，就是我啦。今天我要来挑战韩国辣面等。你不一定觉得我要挑战的是韩国四倍辣面吗？你们错了，其实我要挑战的是把三袋辣面的酱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放在一包辣面里面，然后挑战完把它吃完。所以现在先请出那三包面吧。首先是韩国第一袋辣面，没错，韩国第一袋辣面。再来是韩国第二袋辣面，没错，这就是韩国第二袋辣面。再来就是最近很多 YouTuber 都挑战的韩国第四袋辣面，第四袋，没错，就是这一包。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三包辣面的酱料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放在一包面里面。所以今天的这些挑战呢，我会邀请一个人来陪我受苦。这种事情当然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嘛。所以我们先请出这位嘉宾，我们欢迎。嘉宾。喂，怎么？你叫我出来了吗？我是你的嘉宾啊。可是，小明，他的 YouTube 圈呢是小明，我的谁懂？都懂吧？就他第一个影片嘛，一定要支持一下的。对对对。怎么样？我也是等了很久了。其实我是要一起受苦。真的是第一次来跟他合作啦，就要做这种这样恐怖的事情，我也是。这种叫恐怖。好歹就是这一种啦，是是。一包辣我已经很怕了，他现在还是要其他的那种辣酱全部掺在一起嚼嚼嚼，然后再吃进去，我是觉得是很创意的吧，会死人的，我就觉得。死不死人，我觉得不重点啊，我觉得重点是挑战过的样子，我觉得他们都很想看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上那个 step 这样走啊。走啊，去煮面啊！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这三包，哪一个是第一袋的？我觉得这是第一袋啊，这是第一袋。第二袋的话还有写，乘二双倍。这包它比较精致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三袋四倍啦。可以，所以我们就给你们看，我们把这酱放下去。第一袋辣酱。哇，这是第二代的，有写成二，所以现在要打掉。Oh my god！ 哇，它的那个味道，它那味道真的夸张夸张。如果你们在现场的话，哇，第四代四倍辣面的辣酱，是第四代还是第三代？第三代四倍辣。对，哇，要开始搅拌了，我觉得其实第三代它的味道比较。想要吃鼻子，所以我们现在搅拌。所以这一个真的是会弄到你舌头麻痹了。哇，它的那个酱，哇，红到整个碗了啊！我觉得你要搅均一下，不然这样你吃到其中一部分是辣味的啊，你就好水了。我反正觉得没有均匀会比较好哎。你看啊，在我搅完的锅碗，它的那个色是这样的，然后它下面有那个酱汁。Oh my god！所以我们提前开始口袋一吧，但是你开始啊，大口一点咯你。第一口不要跟我讲，第一口是没有事啊，他剪不到话哦，剪坏。我跟你们讲，他真的不是普通的辣，哇。人家是 the floor is lava， 你这一个是 my mouth is lava， the noodle is lava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吃第一代，我吃第一代的时候啊，它的辣味是吃完过后直接来，然后第三代的四倍辣我 try 过，它的辣味是在吃的时候是有，可是没有姜辣，比起辣味它比较有那个甜味跟那个香味，可是这个的话，它是你一进嘴，它直接爆开的那种。直接爆开来，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们认为自己可以吃辣的话，真的是可以挑战一下。哎，我讲这么多，你没有吃，你重新是加冰哎，你加冰啊，加那个冰。原来他刀子啊，不放下去哦。可能他的用不想抬他啦。哎，蛮好吃，是好吃，可是啊，是直接来对吗？哎，快点刀子啊！
我来想象我把吃完是什么感觉，因为一口哇，就真的是。哇哦！快点干掉吧，不然。你摔倒啊！你有事吗，哥？哦。我觉得你在吃我几口啊，那个耳朵啊，他会觉得这边整个很刺啊。我觉得那个辣椒正在攻击着我的口腔。Attack his mouth！ 我觉得我吃最后一口，最后一口就江大国啊。你屌咩？什么叫最后一口哦？因为我们要留点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是不会跟你干到完的。我觉得我们是两个是笨鸟，把阿旺是辣椒王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有看他的 video， 所以应该会交给他剩下的。我是吃到很 big tail， 根本是忍不到了，他的辣度一飙上来了，就是爽着了，他就不会笑。所以我觉得可以啊。小林他已经不能了，我们剩下这样的分量就留给我们的阿旺来挑。所以影片已经差不多进入尾声了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点赞分享，然后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我的订阅旁边那个小铃铛记得打开哦，因为打开过后你们可以收到我最新影片的第一消息的通知，所以不能讲啦， OK 就这样啦， OK 拜拜拜拜。